大家好，现在进入4月，温度回升，金边瑞香呢也开始恢复旺盛的生长。很多花友呢就特别关心4月份金边瑞香养护重点到底是哪些呢？其实呢，重点主要在于这3个方面。首先，第一点呢，就是要注意防病害。 这个时候，金边瑞香呢很容易感染这个茎腐和根腐这2种病害。那么茎腐和根腐怎么防治呢？首先，茎腐的话呢，我们用药呢直接用上这个多菌灵就可以了。那么大家要注意，最好就是选择用乙唑多菌灵，因为这个乙唑多菌灵它才具有内吸性。如果是单纯多菌灵呢，它是不含有内吸性的。如果是防根腐的话，我们就要用上这个金甲二霉灵。 金甲二霉灵呢是一种专用的土壤杀菌剂，它可以杀灭掉土壤里面的病菌，而且具有一个内吸传导的作用。关键的是呢，它低毒无害，比较适合家庭使用，将它兑水稀释，直接灌根就可以了。那么杀菌的话呢，我们1个月至少要做上1次。第2点呢，就是预防虫害。 金边瑞香啊，它的根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呢非常的香甜，特别容易滋生一些小黑飞呀、蚯蚓啦、这一类的虫害，会对这个根系生长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做好这个杀虫工作。怎么防虫呢？防虫的话呢，我们直接给它在土壤里面用上一点这个颗粒型的比虫灵就可以了。它是一种内吸型的杀虫剂，就是说它可以被植株所吸收，然后对这些虫害啊进行触杀。这个虫害一旦啃食金边瑞香啊，就马上被杀死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盆土里面呢，像这样子撒上1勺，大概呢就是40天撒1次就足够了。 第3点呢，就是要注意用肥，而且一定要补充一些氮钾含量比较高的肥料。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用上一些促生长型的有机营养液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4月份把这3点给做好了，然后再做好光照、浇水、通风这一系列养护工作，金边瑞香在4月份呢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健壮，植株呢不容易感染任何变虫害。好啦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